这情，残旧的时间，甲你破感情，不惊大，不惊大，咱来合唱生命的歌，咱来合唱生命的歌。造福田，自得福人，知福惜福，再造福。从扩音期播出的是一句句耳熟能详的静思语，将无用的几秒钟铃声化为好言好语，老师和学生都从中受用无穷。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。因为当我们在功课上遇到小挫折的时候，就不要一点点一点点就放弃，因为只要我们努力下去，总有一天都会出人头地。以静思语铃声取代传统铃声，校园里的气氛多了一份和谐。自从马来西亚吉打州吉华 K 校开始推动后，在口口相传之下，全马各地校园也开始引起关注。至今全国已经有七个州属、60多间学校陆续安装静思语铃声，让这份善法深植在师生们的心中。其中一间就是槟城协和小学，校方正式启用静思语铃声来迎接新学年的来临。爱护身边物，惜福且知足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大家呢就以静思语来作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个每一天的座右铭，天天这样听，无形中呢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座右铭可以再激励我们。静思语浅白易懂，深入影响社会各层面人士。从1989年编列成册，静思语已经流传20多年，发行超过350万册，翻译高达11种语言。2009年，为了欢庆静思语20周年，马来西亚分会各分支连点也随着走入社区，推动好话一条街，让句句妙法融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。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呢、好多好多年以来呢，都一直把静思语好话呢推向了社会。可以看到了慈济的那样殷勤欢喜哦，那不管有什么挫折啦，他们呢都是再接再厉，不管看到了什么样的脸色啦，他都是呢无怨无悔哦。他认为这就是他们的道场啊。有的时候，人家看到了他，那就会把门关起来。他们还是呢在门外了，对他们讲好话哦。看，用这样的精神呐、那一种的忍辱精进，他都做到了。为了法，要布施给人人，他愿意这样做呢，实在是令我感动哦。我看书啊，是很厚啊，有时候我们看了就忘记了啊，不像这样的这个静思语，只是短短的几句话，所以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啊做人的道理啊。Good words 啊，下来 people 加起来啊 ，people 加贵哈，我觉得也心会换，好心哦，做好好卡哦 ，good work。2010年10月12日。槟城葛尼酒店和洛登酒店一改过去的作风，除了在套房里照常摆放圣经，现在也增加了静思语，为客人提供不同层面的精神粮食。仔细留意，桌上的静思语还注有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4种语言的对照呢。As a human being, we have to be kind to people, not only to people. I think even to all living things. I feel anything which is goodness.We normally will share lah. Even like other religious, and I feel that's something which can share with general public, especially like I mean hotel is a platform, then we can give all this
books to share with someone. That's why I'm without any doubt, I just accept it. 一句静思语可以改变人的一生。王振营师姐正是其中之一的受惠者。十多年前，王振营被医生诊断罹患肾脏病，当时才20多岁的他无法面对现实而延误了治疗，结果导致左眼被毒素感染，必须把眼球挖掉。心美看什么都美，这一句静思语让他学会坦然面对生命的考验。不会啊，不会了啦，而且我还会跟他们讲要小心啊，等一下我眼睛掉下来你们不要吓到啊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期望这份妙法能让人心从一而生无量，人人互相感动，彼此共修福慧。今生年华